有一座城市的郊区，有一座很大的水库，每年夏天有很多的人，游泳爱好者前去游泳。而水库是城市的自来水工厂的重要的取水源泉。为了保持水源的清洁卫生，自来水厂在水库设立了很多的禁止游泳的牌子，但是人们照样游泳不误。后来自来水厂的公告牌上，他们动脑筋写上了，水库的水请你记住了，就是你家用的自来水，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，请不要在此游泳。结果水库的游泳者没有了。你们想想，水库当中游泳，有很多人有脚气，有很多人有皮肤病，有很多人在里面还做不好的事情，你说你喝得下去吗？所以人就是自私哦，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人心是自私的，因为我们贪呐。你对别人做出的事情，有的时候你不满意了，你就会有恨心，这是我们人的恨心的嗔心所为。我们人为什么会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？因为我们愚痴。所以学佛人要学会为众生来想，留下纯洁的人生足迹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少走弯路，你才不会迷失自己，活在别人的掌声当中。你很容易执着，相处在别人的原谅中，你最容易使自己懦弱呀。